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私电影《春江水暖》的导演谷小刚。我们的电影要在日本上映了，非常希望大家来观看这样一部带有山水美学风格的家庭电影。它是一个有关于人生和万物四季的故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最后祝福大家在2021年平安、健康和幸福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我们儿孙们向妈妈一鞠躬。奶奶，我喜欢上了一个人。壮大なロングショットに息を呑む現代の山水絵巻。変わりゆく世界に生きるある大家族の四季、春光水暖。